做得不错，米娅。如果想要短时间内获取大量升级材，除了升级材料外，我们还会在战斗中收集一些战。放心吧，我们半神不像人类那么脆弱，不需要睡眠和休息，我们可以不停战斗来赚取资源。即使你不在，我们也会继续战斗。我想我们可以通过招募来快速获得伙伴加入队伍。我记得之前刚好有一名治疗型的生化人在寻找队伍。我是菲欧娜，听说你们在行政，我可是主动提出加入你们。像我这种只真的吗？那好，别忘了安排我出战，我能为你们提供治疗。需要同时攻击前排和后排敌人的话，请帮我取来神器中的武士刀。我需要集中注意力，进入实战训练试一下吧。我来开辟战场。那么接下来，这次我给你们找来了更有挑战性的对手，可不要轻敌。看来你们都已经准备好了，队伍配置似乎也很全面。这次考核，米娅。是。我来开辟战场。
你们阿格莱雅，好久。哼，阿格莱哟，乔克斯是。那么就开始吧。米娅，就是现明白。实力比较，这次是我们不知道。要我说，如果没有他们，但既然最后，接下来就要靠你们自己了，努力成为一名优秀的工会猎人吧。礼物，看样子某些人开窍了呢。告诉我敌人在哪就行了。呜呼，你还变态，大变态！有没有兴趣来次星际旅行？很好，这是你们的第一次任务，希望你们能顺利完成。好的，是。你们注意到没有，蜜芽给人的感觉怪怪的。好，是的呢，好难亲近。那还等什么，赶紧将平时在关卡里收集到的记忆碎片拼凑成完整的画面，唤醒蜜芽的记忆吧。像蜜芽这样的半神，唤醒记忆还能激发她的战斗潜能哦。
我发现了这个，虽然破旧了些，但对我们应该会有所帮助。你说的没错，我来试试效果吧。穿上后确实更适合战斗了，而且据我所知，相同类型的装备组成的套装还会有更强的能力增幅，今后我们需要多注意收集相同装备。菲欧娜，请个关照。有没有兴趣来自
Yeah.